是非，前尘暗藏血泪，一别经年难追，道不尽真实愿违。命运辗转迂回，生死祸福相随，执念难消，损真取伪，任风吹，风雨飘摇，一心不悔，用一生奉陪，至少有你同心与同悲，揭开宿命一往无为，一场梦回，山河明媚，只守与君归，思想来回，心不着尘灰。经费无上限，不代表底下蛀虫可以中饱私囊。那涉及了多少啊？恐怕可以撼动整个朝堂。他们算是彻底激怒了太皇太后。此事牵连甚广，此时还未见动静，怕是太皇太后打算暗中彻查，除恶务尽，斩草除根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你夫君我呢，不顾皇家的颜面，驳了赐婚，未来恐怕是要走龙板凳了。夫人不会因此而嫌弃我吧？你的心眼怕是这个院子都装不下了。但是我对夫人的心意，天地可见。太皇太后口谕，让内卫府查一查汝宁长公主和贤王，顺带监视御察司。难道太皇太后是在怀疑贤王？恐怕不止啊。太皇太后口谕，命御察司暗中调查周氏亲眷及英王殿下一举一动，如实上报，不得有瞒。另外，暗中监视内卫府，如有异象，立即呈报。是，臣领旨。徐内司，我叫人备了君山岛上的名品，配天山的雪水来沏泡，不妨留下品上一品。这茶性太寒，我是无福消受，来大人不必送了。太皇太后的旨意，望谨小慎微，秉公办理，不得有误。是，多谢徐内司提点。佳品。沈都的胆子够大的呀，竟然敢拒绝了母后的赐婚。
看来是我小瞧了严姓啊。真是有趣啊，没想到一向冷血无情的沈渡当真也会动了真情。无论如何，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件好事。若英王得到了内卫府的支持，殿下你想要得到摄政王的位置，那可就是难上加难了。老师不觉得此次母后没有重罚沈渡很意外吗？莫谦之一死，这瀛州刺史之职就空了下来。我曾听闻沈渡回襄安之前曾遭刺杀，之后便进宫连夜面见了母后，在此之后就有了这赐婚一事。太巧了，也不知这沈渡在瀛州知晓了什么了不得的。沈渡那边可能是因为赐婚一事和太皇太后离了心，最近连传召都少之又少。我听闻宫中有一批婢女到了退回原籍的年龄，这太皇太后召来了莱罗芝，并赏赐了她数名婢女，这明眼人可都看得出来，莱罗芝如今更得太皇太后的偏宠。这御察司盖过内卫府怕是迟早的事情啊。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，张宝环突然重病不起很蹊跷啊。老师，我总觉得朝中有大事发生。人心难测呀，我会再派人盯紧英王那边的。几人？大仓男子不可信，他也在抓当年那个人。那个人不止骗了圣女戴斯，你信他？我信他。兰博，你跟随服侍戴斯圣女多年，我们两个想知道当年的事情，越详细越好。十多年了，那个时候戴斯还是金乌部落的圣女。自从金乌部落派使臣朝圣大仓后，大仓也派使臣到金乌来回礼。自此金乌部落和大仓互通有无，两国的百姓自由进出，多有接触。一次在大街上，圣女正在给百姓送福祈祷，别着急，都有都有，就遇见了那个人。不过是一次偶遇而已，圣女未多加留意，回去后没多久便将此人给忘记了。因为她是圣女，一辈子不可婚嫁，绝情绝爱，只为金屋的百姓活着。可没成想，没过多久，他们便再次重逢了。可这一次，却是在金乌部落的宫廷宴会上。怎么会这么巧？圣女常年不与外男接触，心思单纯，教化纯良。可一旦动了春心，就像脱了缰的野马，心思再也藏不住了。接风宴会结束后，使臣留下的那段日子里，戴斯就以自己圣女的身份多与大仓的使臣接触，而这一切就是为了接触那个大仓男子。这是什么？
戴斯，你的名字。没想到这个大仓男子却提出要与圣女学习金乌语言。这个大仓男子的语言天分极高，只七八日的光景就学了个七七八八。也就从那日起，圣女知道了大仓男子的名字，那三个字应该在记忆里印象深刻才对，可后来不管怎么想都是模糊一片。两个人的感情发展迅速，没几日便你侬我侬。可圣女有圣女的职责，在外人跟前还是要收敛着，可此时在圣女的心里眼里全都是那个大仓男人，把所有的事物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。可好景不长，没过多久便出事了。你愿意陪我一起回大仓吗？我知你身份特殊，能与你相识已用完了我一生的幸运，岂能再多奢求其他？不，我愿意，当然愿意。自那以后就再也找不到圣女的人了。有人曾看见说她换上了大仓女子的襦裙，跟着大仓男子骑着马朝大仓而去。金乌不想丑闻外传，对外宣称圣女因病离世，抹去了她的身份。金乌从此不再与大仓往来。我本以为这个大仓男子会守着圣女，从此恩爱一生，可没想到不久后就在这个破屋里我见到了奄奄一息的圣女。圣女，圣女，圣女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已经不是圣女了。圣女，跟我回去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回不去了。那个人呢？那个人在哪儿？他骗了我，骗我说出了圣女应该保守的秘密，骗我教他用秘术药粉操控飞蛾。我太蠢了，怎么会信了他？当我发现他心术不正，修习邪道，更尝试用那些技法去操纵别人为他卖命，他便对我起了杀心。圣女，圣女，圣女，太晚了，一切都太晚了。我罪恶滔天，死不不死不息。不，圣女，这个人当真是千刀万剐，死有余辜。你先冷静一些。我们迟早会抓到他的罪行，然后将其公之于世。兰博，你看看这些画像有没有相像之人。这个痣是他。就是那个大仓男子。是他，是他，你们找到他了？他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我要杀了他。兰博，这件事就交给我们吧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这个人付出该付出的代价，给圣女戴斯一个交代。圣女在天有灵，那个人作恶多端，必会自食恶果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戴斯圣女
曾撞见那个负心人教人用助燃术烧毁了一座粮仓，让你斥责其置大仓百姓于不顾。可那个负心人却讥笑说，置大仓百姓于不顾的不是他，而是大仓的太皇太后，而让他烧毁这座粮仓的也正是太皇太后的至亲周家人。戴斯少女逃跑的时候将这个负心人与纵火者交易的信物偷拿了出来，正是这块玉佩。严兴，希望这一切还来得及。太皇太后，臣有奏。来爱卿所奏何事？臣要参甘南道义良帅孙谭渎职之罪。半面鬼一案，孙谭率甘南道地区义良人大力协同，本阁令亲眼所见，怎么到了来忠臣口中无功反倒有过？太皇太后，御察司搜集到孙谭渎职枉法、坐庄受财的诸多证据，现一一呈上，请太皇太后过目。大仓律法有云，取其非物谓之盗，奸临主手自盗，主坐庄治罪、受财枉法者，应处以绞刑。孙谭借用职务之便敛财贪赃、私交流寇，证据确凿，请太皇太后允臣按律惩处。太皇太后，御察司严刑之下难免有屈打成招之嫌，孙谭渎职之罪是否重治绞刑，太皇太后请三思。沈大阁领，你内卫府也是赫赫有名的无常阎罗殿，严刑酷法比御察司不遑多让，如今却在殿前卖弄妇人之仁，一力要护下罪臣孙谭，又是何意？好了，今日哀家有些乏了，证据留下，改日再议。微臣告退。先忙点。嘘，修剪枝叶的时候最是要仔细，分不得半点心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比方才好看许多？贤王啊，贤王殿下，这来罗织在朝堂上横行霸道，动辄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收押官员，现在又把手伸到了甘南道了。如此行径，等你当了摄政王，他对你也是很大的威胁。要不老臣明日早朝找人参他一本。长相，你说这枯叶终将凋落，我们拦得住秋风，拦得住冬雪吗？贤王是何意啊？哦，没什么意思。哎呀，这些西城和南郎之人是最近出现在城中的。是啊，大仓最近万邦来朝，广罗天下能人异士，这些西城和南郎的人士都是近期来到萧安城来讨生活的。最近大家全城巡防的时候小心点。是。殿下，是沈渡。
奴婢实在是气不过，这个白无常敢公然反对赐婚，让我们家恩郡主难堪。殿下，您真不该轻易放过他。这个沈都，跟他那个爹一样，惯是个不识好歹的。母后一片好心，他却不懂得背靠大树好乘凉的道理。你看着家恩自小长大，陪伴他的时间比我这个做母亲的多，自然是会心疼他。不过自古皇家尊严比天大，母后被削了面子，沈渡未来的路不用我们出手也不会好走的。柳娘，你真好，都是督官主事了，还帮我整理卷宗呢。我以前是一个小小书吏的时候，也没见陆书令是嫌弃我呀。哦，对了，尝尝这个，甘南道带回来的。果然是比香兰城里的甜。来一个。这甘南道的蜂蜜啊，格外的甜，不光腌果子，还腌人肉呢。颜六娘，我和你。陆锤锤，陆锤锤，陆锤锤，你怎么敢让颜主事帮你来整理卷宗呢？你想什么呢？哼，哎呦，您以前可是没少使唤颜主事啊。哼。我那不是以前嘛，是吧，严主事？严主事，今时不同往日喽。如今你我是同品、同级的同僚，你又贵为大格岭夫人，以后下官可是要请严主事多多照拂哟。吴主事哪里的话。六娘虽然得圣眷隆恩，担了督官主事的虚名，但仍是刑部辖下，长安做事还得靠吴主事来调遣，日后还得多多仰仗您呢。好说好说好说。你们这官腔打得我都要吐了呀。冯贵啊。哦。坐，坐。既然你还认我这个老主事，那我今天就跟你说两句关起门来的话。如今啊，你贵为大格令夫人，又升了官，在六部女官中那是风头无量。但是老话说得好，这烈火烹油它必不长久。你可知道，如今太皇太后她重黑罗刹而轻白无常。你呀，人家告官内卷都是长袖善舞，八面玲珑，方能为夫君谋得有用的内史秘闻，哪有像你这样终日埋头于卷宗和停尸房的呆头鹅一样。那我意思啊，如今来宗臣是他隔山擦武的缉捕朝中官员，而太皇太后对来宗臣的纵容宠溺更胜过宠臣张宝欢。但凡是来宗臣上奏缉拿太皇太后，无有不允，朝中官员那是人人自危啊。这来罗织这么蛮横的吗？所以柳娘啊，你想他
他黑罗刹怎么可能允许一个和他平起平坐的百无常存在？换位思考，哪怕是换成我，也一定是希望这个世上只有一个地狱阎罗。多谢吴主事提醒，六娘确实，越是了解夫君，才越发觉得他身居高位却如履不便。嗯，我不懂朝政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忙，只能管好分内的事情，希望自己不要给他惹麻烦。你不惹麻烦？嗯。哼，莱罗之如此草菅人命，就没人管了吗？啊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如果刑部不管，哎呦，问太皇太后，当今的大仓还有没有王法？哎呦，你给我住嘴！算了，你不想活了，我不管你啊！我刑部那么多人呢，可不想半夜三更被黑罗刹割了耳朵。徐大哥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莱罗之抓了孙檀。孙檀？甘南的一两岁孙檀，他的卷宗不是今天散朝的时候才送到大理寺的吗？太皇太后还没有决断呢，御察司怎么就抓人了呢？太皇太后还没有定罪，御察司就已经先收押了。可是御察司的监牢多住一天就要少活10年，如果这么拖下去，还没有等到太皇太后裁决，孙檀怕是已经没命了。这来宗臣霸的话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归根到底这是回大理寺管，你上我刑部来喊冤了，是不是苦错门了？你是第一天知道大理寺卿吗？啊，那帮人一向胆小怕事。孙檀的案子由御察司挑起，又牵扯到一良人，如今他们已经转交给你们刑部了。大理寺，我……哎呀，我的头风啊，风贵！我在这儿呢，怎么了又？吴主事慢慢养病，若是刑部不能给我兄弟公道，徐某不介意再闯一次皇宫。慢点！吴主事的胆子，比起大理寺卿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看你怕是找错人了。云雀，你怎么跟徐帅在一起啊？我也是一良人，我跟着徐帅有何不可？先去忙吧。是。告辞。徐大哥，你一向都是快人快语的直率性子，怎么今日倒瞻前顾后起来了？大哥莫不是忘了，六娘如今也是刑部辖下从六品督官主事，若论品级，六娘跟吴主事同级，也有审理案件之权，我可以申请主审孙檀雅。我就说嘛，找六娘帮忙啊。六娘，你这不是明摆着得罪莱罗之吗？你不是说了不给沈都惹麻烦的吗？是啊，我刚说过不惹麻烦的。六娘，我知道如今朝堂诡谲，盛行难测，沈都的日子也不好过，此事你就别掺和了。可这是你的事情，而且孙檀在甘南道也对我们鼎力相助，我想就算换作是他，也会选择帮忙的。六娘，多谢。我既然答应了帮忙，此事还需仔细筹划，你们随我来。走。忠诚大人，那孙檀的嘴硬得很，不出人命的法子都试过了，他还是咬死不松口。御察司的人什么时候学会心慈手软了？他认不认没什么打紧，只要他人不在甘南道，甘南道的一良人就成不了气候。妄图拦我路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。徐大哥，
你可知道莱罗之手上有没有什么关于孙檀弃尸的把柄？你可知义良人为何叫义良？我朝征用江湖游侠，充任侦缉逮捕之力，称为义良。正是，义良人之所以能在各处遍布耳目，比朝廷里的其他衙门更容易得到消息的来源，就是因为义良人在创立之初，便网罗了天下三教九流之人，是谓之义良。很多义良人在入职之前，不是打家劫舍的悍匪，便是像我一样妙手空空的神偷，入职以后，那些江湖上的朋友不可能都断掉，想要招点罪名，还不是随来洛之捏造。孙檀的事，我只担心不仅仅是抓一个人那么简单。此前来洛之虽然飞扬跋扈，但是从来没敢招惹过一两人。如今半面诡异案刚告破不久，甘南道白费代谢，他便抓走了孙檀。他究竟是想针对一两人，还是甘南道？六娘，你回来不久，对于襄安城里发生的事情可能还不清楚。那汝宁长公主避世而居的名胜观，如今三五不时就会有英王的车马前往。汝宁长公主和永安公主，当今圣上年幼语迟，太皇太后还能执掌大仓多少年？如今很多人都认为英王是比贤王更有希望的摄政王。汝宁长公主决定帮英王了？汝宁长公主乃萧氏皇族位分最高的公主，她若表态，肯定能引发朝堂局势的变化。此外，明堂重建明明快要封顶了，却莫名放慢了进程，甚至可以说几乎停工了。这是我们从甘南道回来后不久的事情。还有，最近襄安城里多了很多南郎和西臣的异族人，这些单独看或许没什么，倘若连在一起，这中间莫非有什么勾连？六娘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如今朝堂上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们夫妇二人，你心里应该清楚，这个忙你不帮，我不会怪你。徐大哥，瀛州一路回来，我们遭遇了诸多刺杀，多亏各州郡义良人的帮助，若非此方令牌，我今日恐怕都见不到你了。此番回到襄安，也该物归原主了。六娘，此番孙檀入了御茶司，未必能全身而退，但倘若他有冤，或者是有什么想说的，我这个做大哥的也一定会帮他。你能不能想想办法，让我见见孙檀？我这便起草文书上报，认领审理孙檀一案。孙檀现在虽然人在御茶司，但刑部主审理，总该可以去狱中问话的。六娘，我陪你们一起去。对，他流这么多血，会不会死啊？入了御茶司，还有谁会在乎他们的死活呢？你若是害怕，便回去等我吧。刑部辖下从六品都官主事严信，负责主审孙檀一案，奉命前来提审要犯孙檀。孙檀乃我御茶司重犯，刑部恐怕无权提审吧？那我便去牢中问话，总可以吧？只许两个人进。你先回刑部去等我吧。那我就出去等你了。孙帅，
苏帅，是我，严信啊。你也投靠来贼了吗？我做了本案的刑部主审官，是来替你伸冤的。御察司说你敛财贪赃，私交流口，若你有什么冤屈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去帮你呈送。没有，没有呢。若你有冤屈，徐帅还有一良人的兄弟拼了命也会救你出去的，我也会拼尽全力替你伸冤的。越帮死的越多，你们快走吧。孙檀，老子还没死呢。这令牌还等着你来取呢，你可得给我撑下去啊！啊！记录。我们一良人大多出自江湖草莽，当初都是被徐帅的魅力所折服，靠义气二字加入一良人。我在赣南道，自然也希望效仿徐帅，广交江湖义士。这就是私交流口，那敛财贪赃，这个我没法否认。银子我确实拿了，赣南道来往商贾众多，我们一良人帮助他们免于盗匪，他们掏钱银两来感谢，我自然拿来招待江湖兄弟了。那你可以陈情解释，也可以找商贾佐证减刑的。六娘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来罗织要的是赣南道一良人，群龙无首。孙帅，那你可知为什么？莫谦之一死，瀛州官员大换县大都是来罗织的人，赣南道乃边境要塞，直通西陈，即使远南至南郎也可经赣南道绕道而来。若是一良人无力阻拦，那边境要塞，最近襄安城里已经多了很多南郎和西陈的人，看来来罗织是要在赣南道只守遮天，他所图的却远不止赣南道，他怕是要勾结外族，意图谋反。徐帅，一良人想要栽赃来谋，也得有证据吧？沈夫人，你们来我御茶司做客，却满口说着诬陷来某之词，这可令来某很是为难呢。下官为此案刑部主审官，此番依例审问主犯孙檀，如实记录嫌犯口供，一良人作为协审陪同，流程并无不妥。是吗？沈夫人倒是愈发的牙尖嘴利了。今日初审，待我回去整理卷宗上报之后，还会再来二审嫌犯。在这期间，来忠诚务必要保证嫌犯的安全。那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御茶司的牢房可从来没有保人不死一说。你敢？
徐帅，严主事，你们回去吧。莱某今日并未打算留下你和沈夫人，你不必如此紧张。不过莱某还是要奉劝二位一句，御茶司抓来的犯人可不是你们想翻案就能翻的，你们最好想清楚哪些话该听，哪些话该报，哪些话最好咽回肚子里。一个眼神决定你我缘分，再次相遇便知今生两人，看今夜星辰梦回旧时分，一双人早已生根。竹林前的情人心思莫问，青丝相连一生一世长存，借晚风口吻诉爱的情深，此生有了惦念的人。一往情深，你是我认定的人。秋月春风，一生只愿你人。你的掌纹，你的眼神，我们的爱在升温。相拥对爱多么认真，一点一滴慢慢全都封存，从每个清晨到每个黄昏，我和你永不离分。一不留神你闯进我心门，慢慢沉沦为爱奋不顾身，我冲锋陷阵也无比坚韧。